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看课本，37页。好，那现在讲到这个时间的问题那这个时间的问题它这个从有时间因为圣论的一个主张就是我们说六聚一九十有十得业同一合同一合那这个跟跟这个九种十法那么其中时间九种十法里面地水火风那么空地水火风空十方然后另外两个是精神的我那么我跟意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那这个时间他们认为是实在的那这里就时间的实在来说那我们来看因为他前面上过我们讲过他是说假设第一个前面我们看第三第四行这边是上次我们有稍微提过然后因为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果说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时间有三项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它时间三项都是实有那么我们知道有部也是这样三世实有那它从第一个先从如果说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都是时间都是实有的过去时现在时跟未来时都是实有因为如果你说时间实有那么它是现在时实有还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那他们主张是三世都是实有好那么如果说三世是都实有它第一个就是说过去世是实有实有就是现在有实有就是现在存在那明天还没来但是明天也是存在的那它有一点类似像我们这种平行时空一样你可以回到过去可以回到未来有一点这种概念就是说未来其实它是存在的它现在就存在所以你才可以回到50年后那去到50年后回到50年前类似像这样但是这里就论究这个如果过去是实在的好那么现在未来现在是实在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过去跟未来都是现在有就是实有的那么实有就是现在有实有就是现在有不然怎么会叫实有那么实有就是现在有那么有志向就是现在有好那么如果现在有那应该都是现在因为时间是现在那么你如果都是现在有那么现在有它就是现叫做是现在怎么会过去未来也会有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他说这个都是外的论就是外道说的他说不是这样的过去在过去中过去时这种实体它在过去中行现在在现在中行未来在未来中行所以你看不到过去跟未来但过去不是不存在但是它就在过去时中存在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好那现在就有两个问题了那么他说如果你实有的过去是过去中行假设是这样那么它就已经过去了因为过去的意思就是现在不存在了它才叫过去嘛但是它的问题是这个是过去是实有的这个是未来的实有实有的时间这个是实有的实有的这个过去时跟现在时它是实有的那么实有的这个过去时他说过去中行过去的意思就是它现在不在了生已灭叫做过去生然后灭
那不再有了，不再生了，那个叫做过去。然后，那么未来就是还没来啊，那灭已还没生啊，那么这个是灭之后啊，或是还没生啊，那还没出现啊，那这个生在未来，这个生已经过去啊，就是这个法已经过去了，这个法还没来啊，那么还没来就不存在啊，那你说？存在的过去时，这个是我们把它当作是实有的过去法。这个法过去了，那过去中行它就不存在啊。那么未来这个法，它未来中行还没来，未来就是还没来啊。啊，我们把它这个当法，那这个是它过去未来的这种概念。好，那么过去在过去中行，它就是已经过去了啊，那么它就不存在啊。啊，那么未来在未来中行，那他还没来啊，所以他说破未来相跟无未来相，那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过去的已经过去啊，如果说已经过去啊，所以他说那过去已经过去，复过去，那则破过去相，那他就不能叫过去啊，因为他破过去相，所谓的破过去相就是他已经没有这个法了，因为他过去了嘛，啊，所以他就没有这个过去相，因为他过去相是实有，过去相是实有，那么已经过去，他就不再是实有了 啊。那么上未来也是一样啊，那么他本来是实有的过去法跟未来法，因为十方我意啊，时间是实相，是实有的啦啊，是实有的。那么已经过去了，他就不再，他就是本来是实有存在的，那现在已经过去，他就不存在了啊。啊，那本来是实有的未来，但是它还没来啊，所以它也不存在啊，那它就没有，它就不是实有了啊。啊，他是讲这个，所以他说，如果过去第一个，如果它已经过去，它就有四个问题嘛。啊，如果它已经过去，那么它就不存在；如果它尚未来，它就不存在。好，那你说它并没有过去，它现在在，那你不能叫它过去啊。它要不存在，它才叫过去。那你说过去的法现在在？那你怎么叫它过去呢？过去的法它还没过去，那么你就不能叫它过去。如果已经过去，那么它就不存在。要么它不是实法不存在，要么它是现在存在。啊，那么如果已经过去，那么它就不存在。如果还没过去，那你为什么叫它过去呢？还没过去就是现在，你不能叫它过去啊。啊，所以说他这里讲哈，如果你说有。如果你说有，那么你就破过去未来相；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它就没有过去未来相。那么从这个逻辑上看，来说，那个时间并不是实法啊。所以以是故，相法无实，不管是过去相、未来相，它都不是实在的。那你说现在呢？那现在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在哪里？现在一下子就变成过去了啊。那所以。这个前面有讲啊，所以他就讲啊，这个如果过去不过去，那么就没有过去相；如果过去已经过去，那么他就不能叫过去啊，因为自相什么？因为舍掉他过去这个相嘛。他既然叫过去，那么你说他还没过去，那他为什么叫过去？那你说他叫未来实有，那么他还没来，那你为什么又叫他未来？那如果已经过去？那么它就不存在，如果还没来，那它也不存在，所以这个就有矛盾啊。我们稍微想一下，大概就知道这个逻辑了。好，所以既然是这样，你前思后想啊，那么你就发现到这个实法，你所说的十方我意这个实法没有实在，没有实体啊。那么既然它不实在，它又怎么能生天地豪丑及花果等诸物啊？那个就是。这个三十六页这边写的啊，就是那不可见实法系故，不可见不可知啊。那么能够生花果等这些东西，好。所以他这个是在解释时间的问题，后面就做总结啊。他说：“如是等种种除邪见故啊，不说迦罗死，说三摩耶啊。因为我们说迦罗的意思就比较是属于外道。”在讲实在法的啊，那么所以他说你如是我闻一时这个时啊，那么不用迦罗这个名字
啊，因为我们翻译起来都一样，我们翻译起来，但是在印度它是不一样啊。那所以他说不说迦罗什，说三摩耶，见因介入就是运处界，假名为死啊。那么运处界啊，无运，那无运的生灭，在生灭中我们才假名为死啊。有一点像科学说，时间是怎么产生的？因为移动啊，因为移动才有时间相啊，从这里到这里啊，因为移动啊，那因为地球转动，那么它才有时间相。那时间基本上在科学上也引起讨论啊，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时间？如果有，那是什么？如果没有，为什么我们感觉上就是明明就觉得时间不断在推移啊？那时间这种概念在佛法里面也常常有，但是它都是假设的啊。比如说这个人间一天，天上是多少年啊？那么娑婆世界一天，极乐世界是多少年啊？那这种概念啊，好。那所以啊，他说这个因处界生灭啊，其实就是啊，因为我们啊这个运处界无运的生灭，那么我们感觉到有时间，假名为死，没有无别死，就是没别有实死，不是真的有一个时间这个法，不是真的有一个时间这个法。那部派里面也有人啊，类似像这样的观念的。那么这个是圣论啊，或是某些部派的观念。好。那么所谓啊，现在就讲到所谓方时啊，讲到这个好，那这个逻辑我们稍微知道啊，就是他这个在说明啊。那我们再来，他在做总结啦啊，这个时间啊还没啦，后面还有讲到时间的问题。那么九种时法啊，六种六居啊。六个范畴啊，这个宇宙啊，就用六个范畴来概纳这个世间啊。那么十德业啊，同义合。那底下讲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同义合啊，十德业同义合，九十法啊，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好，那么现在来说啊，那个这里讲到啊，所谓方时啊，方时这十方，这个是九十法里面的啊，十方离合啊。离合基本上它是属于啊，可以说是啊业啊业十德业啊，因为业基本上是它的属，就是它的这个屈伸啊，它的动作啊，离啦合啦，屈伸扬，那么就是扩张啦、收缩啦啊，这一些啊，这个就是它的业。那一跟一啊，就同跟一啊，那这个是十，这九种十法都是这里的啊。这是十法代表啊，那么这里啊，那地水火风空我跟意，这个可以举纳成归纳成，就是我们的运处界基本上就是啊这一些色法跟心法，色法心法啊，那就是我们的运处界，就是我们的生命运处界啊，五运六处六界啊，那。就是对生命、对身心的分析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方时离合一意啊，这运它基本上都是啊，从我们这个运处界里面，还有这个之外的啊。那么这个是时间啊，那么跟这个方位，那德基本上长跟短啊，一啊这个术法，那么基本上。是属于它的属性啊，它的属性好。那么，所以他这里讲这个简单讲啊啊，方时离合意义长短等名字啊，这些都是假名，是出自凡人心的执着啊，他执取，它并不是实有法哈。那这前面我们大概都稍微提过了啊，时间
啊，那方位没有讲啊，但是是一样的。那么离合一翼，好，讲到长短，长短这个在你这里面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它有所谓的一个问题，它是说因果相代成，因为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长跟短是实有的，因为它这些都是实有的，实得业，这个都是实法，属于实法的。属于实法，那因为实法不能观测到，要借由这个才知道这个实法，啊，就是这一些，有一些他没有办法直接观测到，那么由这个推论出有这个，那么既然这个有，那这个也必定是实有，那不能没有，啊，这上次我们讲白牛跑的例子啊一样，所以因为有这一些，他推论出这个是实法是实有的，那实有的法有这一些，啊，那。因为这个是实有，所以又过来推论这个也一定是实有的，因为这个是可见的，以可见的实有来推荐不可见的实有，那不可见的实有既然是存在的，那么属于不可见的实有也一定是实有的，啊，所以他从这里来讲，啊，那所以他现在从这个没有，所以这个也不可能是有的，啊，那因为般若经最重要的，像龙树最重要的就是讲一切法空，一切法都不是实有的，啊，那么都是假名有、因缘有，啊，就佛法讲无我，啊，没有自信的，自信的有，啊，没有这种东西。好，那所以他这里说，那么包括长跟短，啊，现在讲一这个数，前面讲一那个数法也是一样，属于德，啊，像一二三这种，那一是实有的，那二三是由一来的，啊，那么推论一是没有，所以二三四这个是由一组合的也没有。啊，基本上是这样，那长跟短也是这样，啊，那长跟短，啊，现在来讲，他讲因果相代成如长短，啊，因为他主张长跟短都是实有，是个相，啊，属于他的属性，啊，那么比如说大跟小也一样，啊，那么实有长短相，有长有短，啊，这个法长法短法，啊，比如说像这个有部啊讲生住灭，啊，有为法有三相，生法、住法、灭法都是实有的，啊，那么一个东西出现是因为它跟生法相应，啊，那么一个东西出现到它消失之前，它这个是跟住法相应，一个东西消失了不存在了是跟灭法相应，啊，就变成这样，生住灭是实有的，啊，那也是这样的，类似像这样的概念，那部派的这种观念基本上。我们觉得应该也是受到像六派哲学的影响啊，或是他们原来的印度哲学的影响。好，那他说实有长短相。好，他说他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个是外道说的啊。他说因为长而见短，那长跟短都是实有的啊，但是我们从长里面知道有短啊，这个长这个短啊，那么因短又见长。啊，所以，啊，那你看他又回到你，这是从因果相啊，那么因长见短，那么因长见短，那么短是长是因，短是果，因短见长，那短是因，长是果，类似像这样。好，那么泥团啊，因为泥团啊，他举例，因为泥团啊，然后有平啊，然后这里有泥变成泥团，然后平。好，因为泥团变平啊，所以泥团是因，平是果啊，所以说这个泥团观平啊，从泥团的角度来看这个平啊，那么则是因，那泥团是因，泥团是因啊，但是你在观这个土，泥土啊，土啊，那从泥团看这个泥土，那么则是观土，从泥团看土，那么泥团就是果，它是因果同时的。啊，那所以他即使如果他看泥土，他看这个土，那么这个泥团就是果，因为土是因，啊，那这个就是果。那么如果从看品来看，那泥团之后才有品，那泥团是因，那品是果啊。他从这样讲好，那么来说也来证明啊。那么从长看短，从短看长啊，那么这个是因果关系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如果假设实有长相啊，这个长是实有的，这个两个都是实有啊，那么则长中有，那么长就长中有啊，
啊，那他是实有，他不需要别人。有的意思，有的意思就是自信有，信自有，信自有，他不需要别人，他才知道，他不需要别人，他自己就存在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啊，因为什么？所谓的长就是比别人长嘛，长就是相对比这个来说的。那如果没有这个，这个不能叫长啊。如果没有这个，这个没有短，没有短，没有短长就不能叫长。没有短，没有短长不能叫长。没有长短不能叫短。但是你说长跟短都是实有的，长不是因为短它才存在，短也不是因为长，因为实有就是自信有，自信有不是因缘有，因缘有是我的存在必须是各种因缘和合。啊，是因为这样的存在才有这样的存在，因为这样的存在才有这样的存在。那现在不是，它是各自存在的。所以如果是这样，那常就常中有，那么你这个常是存在的，短也是存在的，那么它是自信有的啊。自信有的不管有没有这个，这个都有啊。那这个有不管有没有这个，这个也都有啊。好，那么它是常中有，短中有，就是说常跟短不管有没有彼此存在，它都存在啊。那这样是不可得的，为什么？因为常中无常相。你说的常，你说的长一定要跟短比较才知道这长啊，啊，因为短的缘故，所以它叫做长。那么如果短中就有长，如果短里面有长，那么它就不名为短啊，啊，那么所以这样的问题来讲，它就没有什么没有长，没有长跟短啊这样的一个属性，它不是实有的啊，它这个属性得业同义合也是实有的。但是这个是实法的实有，刚才讲的时间是属于实法的，那这个是属于实法里面有的德业同义合啊，那其实是这样，那么这个也是实有的。好，那现在大概就讲到这里，算是会进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好，所以他说若没有死，为什么听死死啊？我们再来看底下的。好，那你照你这样讲。照你这样讲，假设没有这个实法啊，就时间这个实有法，那么为什么佛听实时啊？那么就是啊，我们说实时非实时啊。那佛法的里面戒律，这个是戒律里面，那在家也有八关斋戒啊，就是日中时啊，这个时是以日中时间，这个时间定一个范围。日中以前，啊，通常佛法是日中一时啊，是日中吃一次啊，通常是这样了。那后来就慢慢变成啊，过午不食啊。其实日中一时跟过午不食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啊，那现在就是佛陀以前大概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但是因为有时候就是说，如果一时就是基本上都是中午以前吃，也就是大多数的人是这样。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在中午以前，他又去应供啊，或是怎么样啊，他就是你在中午以前吃都可以啊。那因为，但是因为我们是托钵的，那托钵你一天只托一次，你不可能托很多次啊。应供就不一定，应供就不一定。但托钵基本上就是人家去上班以前，然后你去托钵，人家供养，人家也去上班了，哪里了？那也没有再拿饭出来，就是那个时间点而已。啊，所以你一天就托钵托一次，但是应供就不一定。应供就是在中午以前，他什么时候时间请你，你都能去啊。那所以，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托钵的啊，但是有少部分是应供的。那所以基本都是日中一时就吃一次，但是有少数的是日中以前有朔朔时吃很多次，但是他有个限制，就是过了午就不吃。所以日中一时跟过午不食有相同的概念，也有不同的概念。好，那现在讲这个实时，则非实时啊。听实时就是允许你在中午以前啊，那么吃，那么不允许你在中午以后非时。非时就是从中午日中之后，那么到明天明相出来之前，这个中间。都不是吃饭的时间，啊，那么从早上明相出来，明相就是你出去外面手掌伸出来可以看得到指纹，啊，以这个为量，啊，那大概就是其实
他没有那么严格啦，啊，但是后来戒律讲到很严格的，就变成啊，那么每天的名相不太一样，啊，反正就是早上起来，不然你也没得吃啊，你一定要早上起来看得见东西的，你才去托钵嘛，你看不见路，你怎么要去托钵啊？那么你托钵回来才有得吃啊，啊，其实是这样，因为以前在佛陀的时代，第一个吃饭是托钵的。第二个，他们不可以储存任何东西，拖回来的东西就算人家供养的，你不可以累积。像我们现在是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多数的道场都是自己煮，非常非常啊少有那个托钵的，也不是没有啊，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啊。那南传的都还流行这样的啊，北传、藏传几乎都没有。好，那么你要托钵才有的吃。好，那你说我今天拖回来放一点在家里面，我明天可以吃？不行。你不可以累积东西在你，你不可以积存食物，啊，那么也不可以隔夜食，隔了夜你这个东西不能放的，除非药，啊，有七日药，有进行受药，啊，那个药你不容易拿到嘛，你要治病的嘛，好，所以除了药之外，其他是，你不能留着的，不管再好吃，不管再多，你都要处理掉，啊，那没有办法处理，你甚至是丢掉的，真的，啊，那大部分是舍给其他的人啊，所以它叫做应量嘛。你不要拖太多，你不能拖太多的，你就拖你要吃的就好了。那如果你还要分给其他的人，你就拖多一点。所以它叫做应量器，就是你要考量你自己能吃多少，你不要拖了很多回来吃不完浪费，那这样不行。所以你去托钵就是以你自己能，每个人吃的不一样嘛，啊，所以它钵也有大中小，啊，那你吃的多，你拖的多没关系啊。但是一个原则就是你不管你拖多少回来啊，那么你吃不完的也不可以留啊，反正就是你不能放食物啦啊，除非药啊，其他不能放。好，那这样的原则下，所以你每天都要去托钵。那吃饭有两个嘛，一个就是托钵，一个是应供，就这两个而已嘛，要不然你就是挨饿嘛啊。那要不是托钵就是应供，那大多数都是托钵。那应供就不一定，应供有人请才有去，他一定会在中午以前啊，所以他是这个规范。那么所以他都是名相出来啊，看得到了啊，你才走路去托钵嘛。那你也不能太晚啊，当然你中午以前托钵，如果可以的话，都有人会给你，但不一定，要看地方。都市就比较容易，乡下就很难啊。乡下都是人家早上煮完饭，那么先给你的，然后人家就去做工啊，干什么？或者他也没那么多东西，随时给你。那么以前不是的，最早是到晚上都可以托钵的，啊，但是就是因为啊，那么有一些因缘，那外道本来就有一些晚上不托钵，啊，然后又因为有个比丘，那么太黑，然后晚上去托钵吓到人家，那么所以后来佛陀就治啊，晚上不要去托钵啊，所以就变成过午不食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间。它时时非时时，那这个时间原来也没有那么，原来也没有啊，因为原来晚上都能吃的啊，啊，那后来觉得晚上不吃比较好啊，所以晚上就没有去托钵了。那么中午吃，中午以前吃，但其实不是吃中午，因为他是早上就去托钵了，所以大概是在一般来讲，大概都是你早上六七点，大概名相出来去托钵，看你住得远跟近啊。如果住得近一点，那你可能走到门口没多久就有了。如果你住在曼谷啊，我出门就很多人等着在托钵给你拿。你住在城市啊，比如说你住在屏东市，你出门可能就有的吃了。那你如果比如说你住在法轮禅寺哦，你要去托钵要托到有饮食，我看要走很远哦。你没有走两个小时，我看你也吃不到东西哦。哎，你这里没有几户人家，又不是都是学佛的，所以你要走到市场的话啊，或是你有亲后家，亲后家就是。你旁边刚好住有你信任的居士，他是佛教徒啊，他就可以供养你。或是你旁边刚好有素食馆啊，不然的话，比如说你住在比较像我们这些阿兰若比较深山的哦，啊，你托钵，你看他去哪里？那如果人很多的话，你又不可以集中在那个地方哦，因为只有几户人家啊，大家都去那边托，他哪有那么东西给你吃？哪有那么多东西给你吃？所以要分散啊，类似像这样，佛陀时代也是这样啊，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名相出来去托钵，然后回来大概。六点多，我是有些早一点，五点要看春夏秋冬不一样，啊，那午时也是这样啊，但是大概就是名相出来，然后中午过了就不要吃了啊，大概是这样。那
那后来为了要明确到底是几点啊，就要看日中啊，所以迟的远的一点的话啊，春夏秋冬日中时间是不一样。那春夏秋冬明相出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看那个时间啊，然后就托钵啊，因为会敲剑锤或公布公告啊，或是敲那个声音，然后大家知道哦，那可以去托钵了啊，大概是这样啊，啊，佛陀时代是这样。好，那讲这个，那认为非时时就戒里面有字这个了啊，不能非时时啊。那当然他有开遮吃饭，有开源啊，那么有制止。那你有生病的话，那么某些情况下是允许的啊。那所以又有所谓的非时将啊，那有非时时。那如果你有生病，那需要的话，那么也允许。好，所以他先问。假设没有时，那么佛教为什么会天时时非时时？那不是有时吗？好，那现在讲这个。他说：“我先已说，我之前就说过了，这个是世界名字法有啊，就是随世俗说的，像我也一样啊，随世俗说的，不是实有的，并不是说实有。那么随世间当然就要这样讲啊啊，奴不应让，你不应该就这件事情啊反复来为难啊，那就是来说啊。那么他说，亦是毗尼中结界法，是世界中始啊，就是界它是世界西坛。所谓世界中始，是随世俗、随世间说的，不是它是就近实有啊。从这个角度，不是第一说的啊，所以不是非第一实法相。”啊，不是从就近义上来说的，是方便说的，随世俗说的，无我法相啊，就是无常无我的世间无常无我的这一些法是实不可得的啊，这没有自信有，没有实有的这个法啊，时间也是一样啊，亦为众人称。现在这里讲到有三个啊，三个自戒的。好，那这里讲到。佛为什么要自戒？这里讲到三个，那戒律里面是讲十个，啊，讲十个，就是为什么要自戒？他这里提到啊，是有三个，就是佛自戒，世尊结诸戒啊，这里讲。其实就是佛自戒了，佛自戒的原因，啊，我们知道一开始其实是略说戒而已，略说戒而已，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自尽其意，就简单讲这样而已。那么后来啊，一般来讲依四分律，十二年后才自戒，而且它不是一次次的。那么《阿含经》里面有说到。啊，这个舍利佛啊，那么看到这个僧团里面这样，他说佛为什么不立规矩呢？啊，因为佛有跟他讲嘛，过去佛啊，那么有些有立，有些没立啊，那会导致正法久住不久住。那舍利佛就说，那世尊可以立规矩啊，啊，那比较好运作好管理啊，啊，那也比较容易让正法久住，那么大众好修行啊。那佛就没有，佛说要有违反才有利啊，所以十二年后啊，就是十二年后才自戒啊，基本上是，而且自戒是一条一条一条，自到250条啊，比丘尼是348条，但是这些是每一部律不太一样啊，相差有100多条啊，就是各部律相差有100多条。好，那么粗的就是说。重的重戒基本上是一样，轻戒就差很多，轻戒就差很多，啊，像我们的重学法啊，那么是100条啊，比丘尼我不知道啊，那比丘戒是100条，那100条重学法的话，那么基本上是威仪的，那其他的就不一定，其他那像四分律里面100条里面很多条都是跟塔有关的，那么其他部律没有一条是跟塔有关的，只有四分律特别，啊，那像。像这个五分律里面都是比较重威仪
啊，有一百多条啊，一百二十几还一百十几，有非常多，但是没有一条跟塔有关。那跟塔有师父，你跟塔有关的就十几条了。好，所以这个是小小戒就差很多，那么比较重的戒基本上是一样的。好，那么世尊佛自戒的原因，那这里讲到三个，那一般是讲十个啊。那他说第一个为众人称故啊，为众人称故啊，这个其实是习机显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这个佛自戒的十个原因为众人称故。因为大家会积嫌，社会观感不好啊，那么所以佛会自戒啊。那么因为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让没有信的人可以起信心，已经信的人信心坚固，那已经信的人会退失，没有信的人啊不敢接近，那佛法也很容易就什么断，因为佛法是怎么来的，就是由在家到出家，那么出家成就，然后再信。在摄受这些在家啊，就是这些，那么不断循环，那么现在已经信的人都退失了，没有信的人不敢去，那佛法就会断层啊，通常是这样的啦啊。那为众人称故，就是你要先在社会上得到认同，在社会大众里面得到认同啊，那么他大家愿意去学佛，那么愿意去学习佛法，能够把佛法流传下来啊，那类似像这样啊。那第二个他是欲护佛法。其实众人称也是因为要护佛法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十戒，这十条啊，自戒的十个原因，欲护佛法十九存。第三个定弟子礼法，大智尊是写这三个。那通常是自戒有十个原因啊。我们依四分律来说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这个问题。依四分律来说，这个是大智尊里面的啊，他讲到有十个啊。一，摄取一生啊，其他的律也是都这么说了啊，但是翻译的一点点不一样而已。我们就依四分律好了啊，摄取一生。即就是色身啊，色身即色身啊，有些很简单的。第二个，令生欢喜，因为这个戒的主体是出家，佛教的佛法僧的僧只要是僧团，那僧团是大家共住的，所以要让僧团的这一些共住的这些出家众能够修行。能够有修行，然后基本上就是要有一个所谓和清净安乐的僧团了，然后就必须要有规矩啊，其实是这样的啊。令生，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戒律它主要的原因啊。那么令生欢喜，第三个令生安乐，其他的部律啊，差不多是一样的啊，差不多是一样。那第四个令未信者信，第五个令以信者令增长，增长他的信心。第六个难调者令调。调是调伏的意思啊，那么惭愧者得安乐，那么第八个断现在有漏，断烦恼啊。第九个断未来有漏，
就现行不现行的烦恼啊，都能够断一切烦恼。第十个就是令正法久住。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啊，那么这个一二三都是令身安乐啊，那么这是身就是和合共住的这些出家人，不管是男众女众啊，和合共住的啊，基本上就是团体啊，就是共住的出家人，所以我们讲六和合嘛，共住的佛弟子啊，那佛弟子里面主要是出家众啊，佛弟子啊，主要是僧啊，只要是出家僧啊，因为以前佛陀时代在家没有共住，现在有了啊，那以前是没有的啊。那僧契是团体的意思，僧是团体的意思，那么主要是出家团体啊，共住的这些啊，主要是出家众啊。好，那么一到三啊，我们可以发现到一到三都是让僧啊和和安乐。啊，这是团体和合，然后安乐啊，那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规矩啊。那么另外啊，可以看到这个六跟七啊，是令身得清净，所以它是清和合清净安乐嘛啊，令身清净啊，基本上是。啊，这个都是有烦恼，然后有犯过失的，那么他可以没有忧悔，啊，这因为他惭愧者，他知道他做错了，他忏悔，那么就没有忧悔，没有忧悔就得安乐，啊，那基本上这几个，他就是我们讲的和合清净安乐，啊，他基本上是。也是这个啊，定弟子礼法啊，等后面还会有啊，它可以算比较算是这个了啊。好，那另外啊，这个四到五，这个是未信者啊，信以信者令增长，那 啊不是这个五到十啊。六到七是身清净，啊，这个是令身清净，啊，那么身集合安乐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都是，啊，这个因为这些断无漏的，那么他只要断了无漏，他就让正法住世，啊，因为他有正法嘛，啊，那么所以这里基本上都是为了令正法得住世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众人称故，啊，那么基本上是这个，啊，然后这个是欲复佛法，令佛法久住，令佛法久住，正法久住了，啊，是正法久住，啊，因为他要可以断现在无漏，算现在有漏，断未来有漏，那么他有断烦恼，而且要断烦恼的方法，然后会让这个断烦恼的方法，那么一直传下去，一直传下去，传给谁呢？传给这些人。啊，信者就是已经信的人啊，那么他也许来出家，也许在家出家，不管在家出家都可以断烦恼啊。那么他会来跟这个学习，跟这个断烦恼的学习啊，他知道的，然后来跟这个学习，然后学习之后，那么正法就这样一直延续啊。没有信的相信，已经信的增长，那增长之后进一步，他也许在家会护持佛教啊，那出家会修持佛法。那么就这样，他就断现在有漏，都变成身了啊。那增长里面有两部分嘛，啊，一个是在家，一个是出家。那这个是本来不是佛教徒，是外道，啊，然后进入佛教，皈依三宝，啊，所以未信者信，啊，开始信三宝了啊。那信三宝的十德能，那么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之后，他就变成是未信在家以信者，以信者。啊，未信者变已信者，已信者就是在家出家。那么出家者增长啊，出家者在家就是护持佛教，他也修持佛法，啊，护持佛教，他通常就是这两个，不管在家出家，他都有这两件事，啊，就是护持佛教跟修持佛法，啊，佛弟子基本上是这样的。
护持佛教，修持佛法。护持佛教跟修持佛法，那如果护持佛教啊，如果是出家的，出家的他就是弘扬佛法啊，他就是弘扬佛法来护持佛教啊，就是弘扬佛法，他就是法，我们所谓的法师。那么在家就是财师啊，是世事供养啊，让出家的可以修行，他就是法师。以法布施，布施给谁？布施给这些在家的啊，能够让他能够修持，让他能够修持佛法。以法师让他能够修持佛法，那么在家的就是财师，就是世事供养，让出家的能够安定的修持佛法啊，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啊，就是护持佛教，那么本身出家的就努力的修持佛法，那么再弘扬佛法啊，所以出家基本上是护持佛教，就是弘扬佛法，那么他本身也修持佛法啊，修戒定慧。那么在家的财师护持出家的修持佛法，那他本身也修持佛法，这是修持的佛法不一样啊，这是我们说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啊，这不太一样。那么在家的也可以修解脱道啊，但是比较难一点而已啊，因为他有在家有五蕴嘛。啊，那在家有很多正出国、二国、三国的，他也是向解脱的，都是向上、向上、向解脱，啊，但是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家的正命跟出家的正命不一样，啊，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两个，护持佛教跟修持佛法。那么在家持五戒、十善、八关斋戒，他也是在修持佛法，啊，他念佛诵经也是在修持佛法，那么他又护持佛教，那护持佛教主要是护持僧团，主要是护持僧团，那么。出家的护持佛教主要是弘扬佛法啊，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那这里都是为了让正法久住啊，因为有这个才有这个，有这个才有这个，有这个才有这个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几个都是要让正法得久住的啊，令就是欲悟佛法时久存啊，就是这个。那当然这个为众人称故也是，这个也是啊，因为如果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社会认为你佛教是迷信，你佛教不好，那么他会阻止他的弟子、他的朋友啊、他的家长不要进去佛教，你不要进去被骗了啊。那么他要去，他会阻止他啊，那他自己不会去。那如果他认同你，他希望你去，你不去，他会鼓励你去啊，那是不一样的。啊，像以前你要出家很困难，因为大家对出家人的观念不好，就佛教的观念不好啊，出家就去诵经啊，就做那些，然后啊，那就是比较悲观啊，然后比较消极啊，啊，这样，他即使他要去，他会禁止你去；你要出家，他会想办法让你不要出家。所以以前会发生很多你要出家的，他会想办法把你抓回来，啊，很多啊，以前出家很多是这样的，啊，都要偷偷出家的，啊，不敢给父母知道的。那你看唐朝那个不是啊，唐朝那个佛教风气很盛啊，那个宰相啊裴休都劝他的儿子出家啊，那么很多都把家他的家舍宅为室啊，那么都鼓励他的儿子去出家，而且他后来他自己也去出家啊，啊你看啊，那他不会，他说那你最优秀的人应该要出家啊，不出家太可惜了。那如果对佛教的观感不好，他会觉得你这么优秀去出家太可惜了啊，你看这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呢，欸啊，那所以他是什么？那你一定要得到社会的认同，社会的认同啊。那么社会的认同，那么他才能够使正法久住啊，才会有人进到佛法里面来啊。那么佛法里面的弟子，他一定不管在家出家，他一定他的为什么会给这个？他要有一个规矩，有一个制度，他才能给社会认同啊啊。那这个规矩、制度一部分帮助他修行，一部分取得社会的认同。那么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来学佛、来出家，那么这样真正佛法才能久住，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大智论就写这三点，啊，那基本上四分律啊，其他的律也一样啊，五分律、十诵律，大部分就是这十点字。那么这十点我们就可以归纳出三点了啊，大概也可以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嘛，啊，这个是一个和合清净身和合安乐身，这两这合用起来是这样啊。一二三六七，身和合安乐清净，啊，这是我们叫做六合身嘛，啊，身口意，这个身和同住啊，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啊，然后戒和同尊，戒和同尊，啊，然后力和同均，
啊，然后基本上啊，就是这个讲六合合啊，这几个，然后之后啊，令生令为信者生，以信者增长啊，这个可以放在一起了。但是这里主要就是为众人称故啊，那这个基本上定弟子礼法啊，那当然这个其实令正法久住了啊，令正法久住。好，那这里定弟子礼法不是定弟子礼法，比较是属于这个了啊，就这个啊，就是让大家啊和和安乐啊。那么有一定的制度，有一定的规矩啊，这个是定弟子礼法。这一二三六七是定弟子礼法，那一无惑法十九存是八九十啊。那么为众人称故啊，大概就是四跟五啊，这十条基本上就分三大部分了啊，三大部分啊，就是这个是一，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啊。啊，就从龙树的三部分来讲啊，这个是一，一是为众人称故啊，是这个是一。啊，那么欲复佛法十九存啊，这个是这个是二啊，然后其他的就是三啊，其他的是定弟子礼法啊，这个也是二，这个也是二啊，没有这个是其他，这个是这两个啊，就是三定弟子礼法啊，这个是三啊，大概是这样了啊。好，我们先下课。
我们继续再来看，讲到这个戒啊，我们先让大家知道所谓的戒的一个概念。那它是这样啊，如果从戒律整体的来讲啊，那基本上分作所谓的律仪戒、定供戒、道供戒，它层次不一样。律仪戒就是有一条一条的规矩啊，有律仪，有一条一条的规矩啊。那么轻戒、重戒啊，那么制很多规矩。那律仪戒里面基本上啊，可以这么分，有戒律仪跟根律仪啊。那根律仪就不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但是它也叫做根律仪。律仪的意思是防护的意思啊。那么它有明确的规定，叫你要防护。那么它基本上从根本上去防护啊，根本上就是六根对六尘啊。所以它有所谓的，从律仪戒里面有分两个，一个叫做戒律仪，一个叫做根律仪啊。那另外所谓定供戒啊，就是你修了定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对五欲。那么这个律仪戒重点是防范五欲啊，恶不善法。那你有了定了之后，你自然有那个能力，就像你有钱了，你不会再去吃那些啊那个假的不好的东西，比较便宜的啊就不好的啊。那你有那个能力，你那个你有定，定就是离欲戒了，离欲清净了，离欲了啊。所以你对这个五欲的东西，你基本上不会去贪求，不会因为五欲而犯戒了啊，不会。所以它本身就有力量，可以调伏烦恼啊。因为律仪戒只是控制，你律仪戒在控制的阶段，控制烦恼的阶段啊，控制烦恼啊，就像一教经讲的啊，你控制不要让这个五根去贪着五欲啊，因为贪着五欲，那么就造作诸恶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他是讲到要治五根，当治五根啊，然后。后来讲，心为主导啊，那么这个五根主要是以心为主，所以要防治你这个心啊。他其实是讲六根，好了，讲到这边来啊，其实它是通的了啊。那么律戒其实就是控制烦恼啊，令心柔软啊。它基本上戒是这样，一般我们讲叫戒定慧啊，然后戒定慧，然后得解脱嘛啊，戒。戒其实是说控制烦恼，啊，特别是律仪戒了啊。我们是律戒是就律仪戒来讲，啊，然后这个定供戒是因为有定了，它自然离欲，所以它不起无欲的烦恼。道它已经断烦恼了，它这已经调伏烦恼、控制烦恼、调伏烦恼、断除烦恼了。断除烦恼，它不可能起烦恼去犯戒啊，所以这个是道供戒啊，那是戒定慧的。好，那是控制烦恼。啊，令心柔软啊，不然你刚强啊，刚强你就怎么样，你就会去照做啊。然后令心柔软啊，基本上是令心柔软。令心柔软啊，然后定就是调伏烦恼，调伏烦恼啊，那令心专注。通常是这样啊，那你专注在法上啊，你不会专注在烦恼上啊，五欲上啊，不会啊，会就断除烦恼啊，断除烦恼，令心清净啊，或是令心明白啊，那么很清净明白啊，那么我们讲啊，令心清明啊，或是令心明白啊，那么基本上是智慧，智慧的它重点它就是明白了，那明白它就清净，它不会起烦恼。啊，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讲啊，令心明白，啊，就它的重点啊，令心明白。好，那所以《阿含经》里面说的啊，那基本上先要这之前要控制烦恼，你要先知道烦恼是什么，而且知道心起烦恼，要先知道这个阶段，所以它前面是觉察烦恼，啊，叫做有贪知有贪。那佛法里面就叫做正念正知，后来了哈，这个层次了，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讲这个啊，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整个大概跟大家说啊，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些细的就比较知道啊。先要有觉察烦恼啊，你觉察了，你才能控制，因为你知道，你先知道自己起烦恼，你才能控制烦恼啊。那你不知道自己起烦恼，你怎么控制烦恼啊？所以你要控制它，控制它就是不让它延伸，不让它扩大啊，因为你没办法控制它，你就很麻烦。那么你的心就不那么刚强，你就柔软，柔软就易调伏，柔软就易调伏，啊，所以那之后就要调伏，控制只是不让它延伸跟扩大，
人生就是一直在烦恼相续，你让它不相续，断相续啊，你可以延伸到三年五年都还在起烦恼啊，甚至一辈子都在这个烦恼里面没有断过啊，恨那个人恨一辈子，那个就是烦恼啊，嫉妒那个人，嫉妒这个人，嫉妒这件事，嫉妒一辈子啊，只是换对象而已，今天嫉妒这个，明天嫉妒那个啊，那你就一直在这个烦恼，那你先要了解你有这个烦恼啊，所以一定要先觉察，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啊，那然后你之后你就要控制啊，我要让我的嫉妒心减少啊，其实别人好，我有什么好不好的呢？以前也会啊，以前我也会这样啊，奇怪，我看见别人好，为什么我心里面会不舒服呢？他好，我又没有障碍到我，但是我心里面就觉得他有什么好啊？心里面就会这样想啊，他就会想到，哎，其实我们这个嫉妒心怎么这么强？人家好，人家又不是拿你的好变成他的好，人家是别人自贡恭敬他、尊敬他，人家有福报，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心里面会这样想，那你要看得到啊，你看不到，你没有办法控制啊，啊，所以你就会想到，哎，这个不好，这个，那我如果好，那我们也是努力来的啊，那别人有什么好嫉妒我们的呢？那我对于别人的好，我们应该，如果是羡慕还可以，但是有为者亦若是，要有这种心，啊，那并不是说哦啊，那他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不要而已啊，啊，我只是没有人发现而已啊，我都比他更好，这种嫉妒心其实就是烦恼。那你有可能你没有察觉，你就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你看见所有比你好的，你都嫉妒；看见所有不比你不好的，你都轻视，那你就一直在烦恼里面啊。跟你一样好的，你就要跟他比较啊，所以就是我慢来了吗？胜我劣我等啊，就这个就是烦恼啊。那你如果没有察觉，你不会控制哦啊。所以以前我刚去辅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的同学就讲得比我好，我为什么要觉得哎、欸，为什么觉得心里面会觉得不是滋味呢？奇怪啊，那你要看见，那看见你就要调伏。啊，你应该要换一个心，那一开始换不过来哦，那要常常想，常常想，观察这个过患，未患离嘛，常常一个过患，然后就要觉得我一定要克服这个烦恼，你要下一个决定，我要克服掉这个烦恼，啊，你想我们人家过去不知道修了多少啊，那我们现在不如人家，啊，我们要以人家为榜样，啊，做我们学习的对象，不要嫉妒人家，希望啊，就是开始，因为你嫉妒就会产生一种相。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就会开始想啊，他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也没那么厉害，怎样怎样怎样啊，一毛不要搞了，我就开始，就是心里面就开始一直想那个不好的，来填补自己觉得跟他比不好啊，那这样其实是一种烦恼。可是大部分的人没有看到自己的烦恼啊，就一直往那边转，一边转啊，为什么这个人这样，为什么那个人这样啊？所有的人事物你一直在起烦恼，这样你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啊。所以他是控制烦恼，令心柔软，那么你要调伏。控制就是不让它延伸，不让它扩大，啊，那扩大会怎么样呢？啊，扩大就是你这个人很好，你就嫉妒他，然后你的一个好朋友说也称赞那个人，你就不高兴了。你本来只是生气他而已，但是因为你的好朋友没有称赞你，去称赞他，哎，你这个烦恼就延到这个人来了。你真的是啊，你真的是眼睛好的在你前面你都看不到啊，那你开始就也讨厌这个人了哦，你看。这个是发生在我们周遭常见的事啊，那你要看见自己的烦恼啊，啊，那么你要控制烦恼，那么令心柔软，不要那么刚强，你自己都调伏不下来，然后之后要调伏烦恼，就让它缩小，本来嫉妒心这么强，这么多人，现在变成这么小，啊，然后慢慢调伏下来，不让它延伸，不让它扩大，啊，那一想到烦恼，它就会，然后那让你的心专注在什么？专注在法上，不要专注在烦恼上。啊，那定就是要调伏嘛，就是你观呼吸啦，观不净啊，对治的观不净啊，那么或是观，它都是对治的，然后你观呼吸也是一样，对治散乱啊，那基本上你就是要调伏烦恼，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烦恼，那到了慧你就可以断除烦恼，要变薄，调伏变薄变少，它就可以断除。那烦恼有很多，全部都断除了，全部都断除了就超越烦恼，所以它变成觉察烦恼、控制烦恼、调伏烦恼、断除烦恼。那烦恼一一的烦恼都断除了，就超越烦恼，这个就解脱，解脱。所以就变成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那解脱你自证自知，就变成解脱之见，啊，那就超越解脱，就超越烦恼。超越就是没有一丝烦恼，所有的烦恼都不再是，
不再能够为难你、障碍你啊，你就超越烦恼啊，那就变成五个层次。你要觉察烦恼，要控制烦恼，要调伏烦恼，要断除烦恼，最后超越烦恼啊，那就解脱了。那解脱，你就有解脱之见。那这上面就是五分法身界定位解脱，解脱之见。我身已净，犯身已立，所作一善不知不受后有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就讲到戒，就顺带讲一下啊，把所有佛法里面讲的戒哈，主要的部分呢 啊，让大家知道啊，我都把它归纳起来啊，让大家能够比较清楚的。好，那现在啊，这个是戒定慧啊，那道共戒就是慧了啊。那么有了慧之后，那么这阿含经，这个楞严经讲色心为戒啊。然后一戒修定，一定化慧，一慧得解脱啊，也是这样，三无漏学。好，那现在讲有两个所谓的戒律语，戒律语跟根律语。先讲戒律语的部分啊，那它就是有戒体、戒法啊，那么戒行、戒相啊，好来看。那么它基本上所有的戒律基本上分三大部分而已啊。那么第一个当然是道德规范，最重要的是道德规范，杀盗淫妄这个重戒这一部分啊。那么杀盗淫妄这一部分道德规范，道德性的，基本上这个叫做信戒啊。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团体皈依啊，就是大家住在一起，那么必须要配合和。那么团体皈依里面基本上都是啊，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他就这个就不需要了啊。那但是自己一个人这个需要，这个也需要生活的准则啊。那大家住在一起啊，因为僧团嘛，僧是共住的和合的团体啊，那么所以他必须要有团体皈依啊。那么另外有一个生活准则，生活准则就是你衣服要怎么穿啊，那么走路要怎么走啊，那么这个大部分就是我们说啊，第一个养成好的习惯，律就是养成好习惯啊。那么他通常也有几种说法啊，这个就是这个保持好的习惯啊，养成良好的习惯，它也是律。那么戒是所谓的波罗提木差啊，是别解脱啊。那这里啊，主要是三大部分啊，一这个通常就是食衣住行这一部分了 啊，衣服要怎么穿，走路要怎么走啊。你看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看到啊，有些出家人啊，出去外面啊就短褂了啊，或是穿得很不得体啊，出去外面就随便这样逛，那么看着会觉得哎呀，就出家人这个形象啊，就会这样觉得了。那所以就是，但是有一些人就习惯了都没关系啊。但是如果说就是要比较让社会认可，出家是有修有为的啊。那么不管他有没有看到你的修正，你内在的修正他看不到，但是你外在的，他一下就可以把你归类到哪一类的啊。那其实是这样的啊。所以生活准则、团体皈依、道德规范，这个是律仪戒的三大部分。那就变成我们的250条戒、348条戒啊，就基本上主要就是三大部分而已了。那这三大部分，那么主要都在造成所谓的正法久住必须要有和清净安乐的僧团啊，就是正法久住要有和安乐清净的僧。那么有所谓的六和，那么和戒律注重在注重，因为重点在我们刚才讲，重点在正法久住嘛。那正法久住要有和的僧团，比较要有修有正的出家人，观念要正确，行为要正确啊。那么他正法久住必须要有依赖于身修这个法，佛法身嘛啊。那佛已经是正涅槃了，他是接着是身是佛弟子，所以佛弟子很重要，尤其是出家人啊。那么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出家弟子特别重要啊，因为他荷担如来家业，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要修正佛法，弘扬佛法，啊，我们要传承佛法啊，基本上要有这个责任。第一个，你本身要修正，你要认识佛法，修正佛法。那么修正佛法之后，你要弘扬佛法，弘扬佛法，而且你要住持正法，啊，那么你本身有修正正法，你就住持正法，而且你要把它弘扬出去，要让佛法一直在世间久住。就是必须要有一代一代的人，一个一个的人，一代一代的人，就是要让正法不断的相续。那么你本身要有佛法，那你要能够把它弘扬出去，啊，那以灯点灯，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那这个是佛法里面出家人的一个责任，出家人的一个责任，啊，所以你要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佛法是什么，
第二个你要去修正你本身有佛法的，有佛法的正量，然后你有这个，你有这个心得，有真正佛法的心得，你真正得到这个佛法，你再把它弘扬出去，那后面的人又得到，然后又弘扬，就这样，啊，这个叫做荷担如来家业。好，那么他必须啊，僧团里面必须要有所谓的四合，四合一般我们讲六合合，它分成两部分，分成这两部分，自律的部分跟他律的部分。自律的部分其实就是身口意啊，我们讲身口意戒禁力，戒禁戒。戒见力啊，我通常都是这么念的啊，身口意戒见力啊。那么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这个是个人的修持啊。那么你跟大家共住，那你不会跟啊跟这个看这个不好，看那个不好啊，跟这个不爽那个不爽斗争啊，那心里面不会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啊，看不起那个看不起那个啊啊，那不会这样，那个是个人和和的表现，你个人修持，那么。大家观念会不一样啊，但是他基本上在同一个观念一样啊。那比如说都是修学佛法，都是佛弟子，都是要断除烦恼，这个是同样的。但是虽然是这样啊，容易也很容易，因为大家个性不一样，从十方来的。就算你是一家人兄弟姐妹，我告诉你也是会吵架啦。为什么？彼此的习惯还不一样啊啊。那么就算你是双胞胎啦，我告诉你也会啦。啊，那因为什么？那你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吃这个啊，啊，那么或是你喜欢做这个，我喜欢做这个啊。你喜欢干净，那我不太注重干净啊。那你比较注重饮食，我不注重什么啊，一起就麻烦了，啊，那你怕吵，我不怕啊，那类似像这样。那么所以要彼此配合啊，彼此谅解，啊，那这一部分表现出来，个人和和的表现啊，你与他和和，你主要是你跟法和和，法入心了，你就比较能够。身口意能够合，法不入心，烦恼入心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正法入心跟烦恼入心不一样，正法入心是得清凉，有慈悲有智慧；烦恼入心是不一样啊，有嫉妒有怨恨啊，那就不一样了。那你要好好看我的内心到底是跟佛法和合，还是跟烦恼和合啊？就等一下会讲到根律啊，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啦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到戒的时候。就顺带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戒的一个整个的概念。好，那么团体的和谐跟个人的修持，啊，这个是和合的本质。重点在僧团，所以他这三个是戒和同尊，所以他必须要有律仪戒啊，那不同的规范啊，规范怎样啊，那么律和同尊啊，那么你有的我有，你要遵守的我要遵守啊，其实是这样啊，不能说啊你有的我没有。啊，我不用遵守，你要遵守，那这样不行，啊，那么，然后最重要的是见和同解，大家是同行同愿，都要求解脱来的，啊，都是佛弟子，啊，所以戒律里面讲，同一师水，同一师学，如水如何，啊，常常这样，有斗争的时候就要讲，啊，我们要想一想，同一师学，大家都是依佛，啊，不是你的师父，我的师父哦，啊，不是哦，佛陀时代也有啊，佛陀时代，啊。目犍连的弟子跟阿难的弟子常常吵架，就大家就觉得哎呀，这所以大家是不愿意为新来的比丘沙弥说法，就是你常常吵架，讲又讲不听，啊，那我跟你讲了，你又不去做，又不学，啊，那你又不做，那我讲干什么？所以佛陀说，哎呀，这些新来的比丘都不懂规矩，都不知道怎么修行。大家是你懂那么多，大家是很厉害的，你为他们讲。但是不要，啊，常常为了小事，啊，这边吵架，啊，为了小事在那边起烦恼，一点点小事，你都可以起烦恼起那么久，啊，那我讲了佛法，讲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都没有放在心上，那一两个人讲一句话、两句话，你可以放整天，啊，那你不是，那我讲那个干什么，对不对？啊，那但是我们的众生就是这样哦，很奇怪哦，那个你讨厌的人。啊，那么你不尊敬的人讲一句话，那句话可以你放在你内心好几天都不会散掉，一词不忘。那个佛讲的话，你那么尊敬的佛讲的话，你讲了你就忘了，你根本就不放在心上。那讲个做什么？啊，那么所以常常讲说，佛陀说法都要谛听善思念之。那我们就是颠倒，正法不入心，都是烦恼入心啊，就会讲这个。所以你一定要先觉察这个东西。不然你是没办法修行的，你听很多你不会拿来用。第一个
你根本就不是拿来用的，啊，你就是拿来跟人家讲的而已啊，那这个没有意义，那个没有意义，拿来说哦，你懂，你懂没有用啊，啊，那么你这个是要让你的法路心得到作用的，这都功德嘛，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把这个习惯改掉。我发现，不管在家出家都这样，啊，不容易改。但是你现在就是要把它改过来，你真的要修行，你真的要修行，你不修行就算了啦，啊，你就是像带着念珠好看的啊，说我是善良的人啊，啊，给人家看啊，我是有修行的人，啊，那你念珠有没有念佛？念佛念到哪里去？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也就是要给人家看的啊。比如出家也是，你就这样啊，你穿袈裟说我出家，我出家啊，要比戒啦啊，我的师父是谁？啊，我的戒腊多久？我在哪里受戒的？我亲近过谁？讲这些都没有用，就看你的表现，你就知道，啊，你平常是亲近谁？亲近谁？啊，亲近烦恼了，亲近谁？啊，那因为什么？你表现出来就是烦恼相啊，啊，那你自以为是啊，啊，那这些都，你说，啊，我是广清老和尚的弟子，啊，我是大迦叶的弟子，像穆建莲跟阿难。啊，我师父他是佛的侍者啊，多闻第一啊，那个穆建莲的弟子啊，我师父比你师父更早出家啊，我师父证阿罗汉的时候，你师父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嘞啊，你看，穆建莲证阿罗汉的时候，阿难还没来呢啊。那么你说要讲这种哦，喔，就是讲不完了，啊。那么你是谁的弟子？那你这样讲，你不是给你的师父啊，你没有争光呢，你没有在称赞你师父呢啊，你是给你的师父抹黑呢，不是给他争光呢？不是给他添光彩，哎呀，穆建莲的弟子怎么会这样？哎呀，阿难那么柔软，他的弟子怎么这么刚强？你看，那我们说我们是佛弟子，啊，那么结果啊，结果啊，我们说的、我们做的、我们表现出来的，跟佛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没看见你烦恼越来越少，只看见你烦恼越来越多。啊，你的烦恼相嘛，烦恼相、业相，啊，然后后来就有什么？后来就有苦相。这个是这样来的啊，啊，那所以他重点戒，他基本上是这样啊，见和同解，利和同尽。但这个是什么？是和，世上的和。那么世上的和就会导致什么啊？僧团里面有很多得解脱的，就会怎么样啊？就会理和同正，自律他律，那么就会怎么样？就会得正解脱，因为你断烦恼了嘛。那么大家彼此互持，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啊，而不是你障碍我，我障碍你。大家住在一起，变成你障碍我，我障碍你，那大家都不会想，那最后就怎么样？我自己清净，你自己真的能清净吗？也不一定。自己修，所以最后都会觉得啊，我自己修就好，自己修，你真的能够自己修吗？修是修什么？修是修断烦恼。现在烦恼在你面前，你都断不了。现在烦恼在你面前，你都断不了。你说我自己到旁边，我就可以断烦恼。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五公斤的这个法，假设这个五公斤你都提不起来，那在大众中中你提不起五公斤的东西，那你说好，我自己一个人没有人在的时候，我可以提起来，有可能吗？也不可能啊！啊，那个烦恼，比如说烦恼是一棵树好了，这个树一个锯子给你锯，你怎么锯都锯不断。那你说因为人多，所以我锯不了。好，我自己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有力量锯。有可能吗？不可能啊！啊，那么那你只是认为没有人就没有烦恼，不是啊？烦恼不是人的原因啊，烦恼是因为你的心取这个境，你的心习惯执着这个境的原因啊。那么现在这个境现前啊，啊，你到没有树的地方，没有树可去，当然你就说你可以。真正树现前了，你又去不了了啊！你自己以为你自己一个人就不起烦恼，自己一个人打坐的时候，一根法尘。五根不对五境，但是一根会对法尘啊。那个烦恼呢，也是一样的。你能断吗？不能断啊。弥西经者就是一个很适合的例子啊。他自己说他做佛的侍者嘛，那么他觉得，哎呀，我要去断修定断烦恼了啊。结果自己去那边的时候，自己做的时候，一直起烦恼，压不下来啊。啊，早上做到下午，就赶紧回佛陀那里了啊，就没办法 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么。团体基本上是有一个力量的，那么他的烦恼不大，但是他就是会起烦恼，人跟人事物嘛。但是你要怎么样调伏这个烦恼，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适合，这个是适合之后才有理合啊，才有理合同证啊。那这个就是六合合，适合
六合合分四合跟理合，啊，那四合就是这里，啊，那四合里面又分自律跟他律，啊，那理合就是从四合而有的，啊，那么可以得解脱，可以断烦恼，所以它也一样，从律一界到定共界到道共界，其实就在律一界里面。那么你对于烦恼，你不起烦恼啊。那么人事物都会让你起烦恼嘛，但是你的心专注在境界这样啊，像二十一耳一样，每天都在面对境界，六入处常对，但是他的心不为烦恼所动，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正念正知啊，念这个法而不是念的烦恼啊。那么地观法生灭，知道法生生灭生灭。那有贪之有贪，无贪之无贪，有嗔之有嗔，无嗔之无嗔。修行是这样的一个理路的。好，那么戒律仪，戒律仪是一条一条的戒，根律仪它是怎么样？根律仪是这样，啊，你看若眼见色啊，这个是六根对六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意。面对色身香味触法六尘，其实就是人事物的境界啊，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好，这个是六根对六尘，然后它会起所谓的分别四六四啊，眼对色就有眼四。啊，一样，这就有六四，六四，这个佛法叫做根尘和合生四，啊，六根对六尘，它会起分别，虚妄分别啊，就是烦恼啊。如果不一定啊，如果你不起虚妄分别，就叫做明啊，它会产生所谓的明跟无明，啊，就这三个啊，这两个会产生四啊六四，那么。根尘是合合，就会产生所谓的明跟无明，所以烦恼相应的跟法相应的，啊，你跟正法相应啊，刚才我们讲跟正法相应，跟烦恼相应，啊，那烦恼就是邪法、恶法啊，邪法、恶法，啊，邪法跟恶法相应，那你跟正法相应的，那你跟邪法、恶法相应，你就是热闹，你跟正法相应，你就是清凉。啊，基本上它就会产生热恼，就是烦恼，热恼，然后造业，然后这个会产生清凉，就解脱，啊，这不一样的。好，那根尘是合合生触，触就是心理反应。好，那这里再讲，若眼见色啊，一样，耳闻声，鼻，但主要是这个，主要是眼耳之间，啊，声色、见色、闻声，主要是这两个，这两个比较容易起烦恼。然后之后境界不现前的时候，就意对法，意对法成。境界现前的时候啊，它是这样。那身跟触也会有，鼻香色味都会有，但主要是这两个，啊，身色之间啊。那么以前古代的人都注重眼耳之间，叫做聪明嘛，所以这个叫聪，这个叫做明，这个叫聪嘛。那么不取色相，你不只取这个色相，那个人讲了我什么？那个人给我什么脸色看？那个人对我的态度怎么样？啊，反正类似像这样，好跟不好，啊，会产生贪跟嗔。那么不取随行好，啊，就是维系的相，啊，那他讲了之后他又怎么样？啊，然后那个口气很怎样？啊，这样他给我那个态度，啊，那个怎么一个整个叫做什么不屑啊，轻视他凭什么轻视我啊？反正就这样。那么就是你这个是从好的不好的都有。啊，我刚才是讲不好的，那好的也是啊，那个多漂亮，那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多好吃啊，怎么样啊，声音多好听啊，你不知道他那个唱声音哦，啊，怎样怎样怎样啊，反正这些啊，你就一直想细想，这个是粗想略想，那这个是细想。好，那么若诸眼根真不虑啊，那其实就是烦恼入心的啦，贪啊嗔啊，啊无明暗障啊，就无明相应了，啊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嘛，我们就是这样嘛。啊，那么世间贪忧啊，就是好跟不好的，好就起贪，不好的就起忧啊。那恶不善法落其心，就是烦恼入心了。刚才讲烦恼入心啊，那么你开始生诸虑，你开始会觉得啊，我不可以这样啊，我这样下去我会怎样会怎样啊？那这样会导致我怎么样？所以我不能这样，我一定要转过来，我一定要改变啊，我要改变，我不能够随着他一直转。
我都没有什么时间在修学佛法，我还有时间跟他一直转，啊，就是你很有重要的事还没办，你还有时间让他带着你一起逛一起逛，啊啊，你逛的又不是花园哦，啊，你逛的是垃圾场哦，啊，所以越逛就越烦恼啊，这我没有时间跟你去逛垃圾场，啊，我还有很多时间，我的花很多花园还没种啊，类似像这样，你的法很多都还没修，你有什么时间让他占据，让他占据，你又觉得他不好。或是好跟不好了，我们从嗔心讲啊。那么你的这些烦恼入你的心，不管是贪还是嗔，那么你正事正法都没有了，没有什么空间嘛。你把家里面摆满的垃圾，那有一天很多珠宝你要放哪里？你根本就没有地方放啊！你的心是有限的啊，那除非你到了一个量啊，那你无限的心，无限的心又不会放这个东西了。好，所以这个叫做根律啊。那么，从戒律语到根律语，它是更细一步的，更细一步的。那么根律语里面，它基本上还要配合根律语，就是密护根本，密护根本就是根律语。一般我们讲的密护根本啊，密护根本做的最好的是谁呢？难陀啊，那罗诃罗也厉害啊，就难陀做的很好啊。那么密护根本第一，那么饮食资量再配合根律，从戒律语到根律语。那么从根律语再配合这个饮食资量、觉悟瑜伽、正知而住这三个啊，那我们就是这平常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那正知而住，你都能够什么？你都能够正知。正知就是什么？行住坐卧啊，那么语默动静啊，这一些你都不起烦恼，你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那么这样你之后你就能够得戒清净。那么有戒再有智慧，你就能得解脱，啊，那你当然要有定啊，定就是至少要有位道地定，啊，那么你就能够得解脱。当你正知的时候，你心就是定了；当你都心不乱的时候，正知正念正知而住的时候，那么你的心就接近于定。所以正念之后是正定嘛，啊，正念正知之后，那么它基本上就戒清净，戒清净，你这个时候。你在思维，你在有缘起的无我的观念，你很容易证果，啊，基本上，但这个时间多长不一定。那我们大家要从这个时间里面，就从戒律语到根律语，就是从律仪戒到定供戒到道供戒，啊，那么戒精进后面再有慧的时候，你就得道供戒了，啊，那你这里在具足的时候，戒律仪戒的当下，你就可以得定供戒正念正知嘛，啊，其实是这样的，它的一个整体概念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我们来看，那这个是从这个戒里面，它是世间啊，从这个他说众人称故，欲护我法故，定弟子离法故，诸三界世尊啊，就是三世之佛了啊。那么结诸戒啊，才要戒这个戒。那这个也是从三个因缘，那其实佛法里面讲十个因缘，好。世中不应求，有何时啊？所以这个是就世间啊，所以它是戒跟定都是共世间的啊。那慧无漏慧是不共世间的，就是正见它不共世间的啊。那所以你不应该说这个戒的有没有实有的东西，有何名字？不要问这些问题，何者相应，何者不相应？那么何者是法如是相，何者是法不如是相啊？就是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啦啊。那么以是故，事事不应乱，你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啊，纠缠不清了。好，那么在底下再一个问题，他说非时时，时要时一啊，其实就是时时时要时一啦啊。那么有时就有非时嘛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时时时要时一。啊，那非时时啊，非时要，非时一啊，没有非时一了啊。那他这个就是你这个要啊，我们说通常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啊。那饮食、衣服、卧具、医药里面，它都有规定。那这个食药基本上是。就是你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可以，过了那个时间你也不可以。不过这个食药，比如说一个礼拜，
啊，那它有分啊，比如说一天的、三天的，啊，三天的药、一天的药、一个礼拜的药、一个月的药，啊，或是进行受药啊，进行受药就是这一生都可以用，啊，所以它有这个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啊，就食药了，食药是这个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啊，那通常是一天的、三天的，啊，那一个月的。啊，一个礼拜的，一个月的，一年的啊，那进行受药是，你这一辈子都要服这种药，所以你不能断，啊，所以你三餐都要吃这种药，啊，那这个时时就不是了，时时是，啊，这个早就是日中，过这个日中，以日中为时跟非时，啊，那这个时药是啊，可能是一天、两天、三天啊，一月、两月、一年、两年，然后进行受。这个十一啊，基本上一就是三一而已啊。那节下的时候有所谓的加吃那一，可以多放一个月啊。那么预备着，但是时间到了也要舍出去啊，不能超过的啊。好，那么皆是科罗啊。那么前面讲迦罗啊，那就是说。啊，其实就翻译了啊，前面翻迦罗，这边翻科罗啊，其实是这样同样的音，同样的音啊，啊，那何以不说三摩耶？好，因为前面这个一时的时是用三摩耶，他解释了很多，因为迦罗是比较确定的啊，比较实有的概念啊，所以他不用迦罗，用三摩耶。好啦，那你说是这样，那你时时非时时，你为什么这个时又要用三摩耶，不用迦罗？啊，不是，不要要用迦罗，不用三摩耶，啊，前面一时的时是用三摩耶，那现在时要十一的时，又不用三摩耶了，又用迦罗了，啊，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好，他说这个毗尼中说白衣不得稳啊，那讲到这件事，戒律里面有规定啊，在家不能听，出家戒。那么不能听跟不能知，那基本上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么就牵涉到在家人能不能看出家律，啊，这个就有不同的说法，啊，就是说不能听，因为以前是没有书的嘛，以前是没有书，以前都是戒律都是用讲，经跟戒都是用讲的，所以要有人背起来，啊，法也是这样，要有人背，啊，你背哪一部分，我背哪一部分。那佛陀时代是不能听的，不能听，就是在家人不能听出家戒。那你出了家，基本上也是你刚出家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那到底出家有什么规矩。出了家之后才跟你讲的啊，你要遵守规矩啊。那么你在家也不知道的。那在家戒就不一样，在家戒是你要去受戒之前，你就要知道你要受什么戒了。啊，五戒是哪五条？八关斋戒是哪八条？啊，你要先知道的，那么才跟你受的。啊，受的时候跟你讲啊，这一条戒你能持。那出家没有一条说这个戒你能持吗？这个戒你能持吗？没有，啊，没有这样讲的。那出了家之后，告诉你你必须要怎样怎样怎样啊，要有哪些规范。好，那在家不能听出家戒，跟在家不能知出家戒，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啊，两种不同的概念哦。那北传的话比较偏重在啊，在家也不能看，南传没有啊，南传比较没有说你在家不能看不能听啊。那佛陀时代也有些在家人会去举罪啊，说啊某某出家人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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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所以积险嘛啊，那么也有这一种事的。那并不是所有的在家人都不知道出家人要遵守什么规矩，并不是的。那不能听，基本上是牵涉到啊。那么当然，在家人会，你知道的越多，你越会积嫌啊。那越会就是越会去执着这个出家人啊，犯什么犯什么犯什么啊，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因为在诵戒，你通常只有听，就是你要诵戒。那么诵戒，他之前都会有所谓的忏悔，就是说，那你有犯戒啊，那怎样怎样怎样。啊，就是会叫做自治，或是说叫会举罪，那么不让其他的人知道，即使你不是这个团体的人，你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个团体的人，然后大家啊，那你有犯什么罪？然后忏悔完讲完，然后你就不可以讲到
即使是同样出家的，你也不可以讲啊哪一个人啊犯了什么犯了什么，也不可以的啊。那么当下举罪，当下就没有了啊，那忏悔后就好了。你不能说哦，我刚才我们在忏诵戒的时候啊，某某人某某人犯什么罪忏悔啊，这样是不行的，这样你就犯戒了啊。那么所以他即使是同样的出家人，他也不可以把那个在出家人犯了什么戒讲到去给外面给别人听，也不可以的啊。那么何况，那么因为你在诵戒的时候啊，那么都会有这一种啊，有这一种仪式啊，或是有这个前提说啊，你因为你不清净的话，他就不能，佛陀也不诵戒的哦。当中有人犯戒不忏悔不清净，那不诵戒，那大家都清净了啊，所以诵戒的时候问嘛啊，大家有没有清净啊？有清净才诵啊，没有清净就没有、哦。啊，那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仪式了啊，有没有清净啊？大家知道，然后也不管了，大家之前大家一起忏悔就这样了啊，忏悔啊就当作大家都清净了啊，然后就开始诵戒，后来就变成仪式了。好，那佛陀其实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清净的，内心没有忧悔的啊。刚才我们讲有清净，好，那所以他讲白衣不得闻啊，那其实是当时不能听了 不能听。那现在有戒能不能看啊？这个就是那看法不一样了 看法不一样。那这个五分律有记载一件事，他说有阿兰若的比丘，然后集合在一起诵戒，那刚好有那个盗贼来啊，那因为他住在山里面嘛，山里面刚好有盗贼来要抢他们的东西，那他们大家正集合在诵戒，但是佛陀有规定了啊，就是结戒他基本上不要说。在家人、啊、就是外面的人忽然来，他也不行，所以他送戒的时候都要不可以进入嘛。外面的比丘也不能来啊，来了要重新送 因为他要进入那个众。那么沙弥，即使是沙弥尼啊，他也不能，他要别开的，所以他要结一个戒，他在里面送戒。就算是你是出家，你是沙弥尼，你一样不能听的啊，你还一样不能听啊。所以他是就是大家共同的规矩，大家遵守啊，然后就是这一群人啊，这一群比如说开会，那你同样的人才开会，你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你要开什么会啊？类似像这样结魔就是开会嘛啊。那么诵戒也是一种结魔，好一样啊。所以他五分律记载就是大家在诵戒，哪有盗贼来，然后大家就不诵了，因为佛陀讲不可以嘛，因为盗贼才不管你呢。我现在在诵戒，你不可以等我们诵戒完，你要抢再来抢，哪有这种事？也没有啊，所以他就进来了，那大家都不诵了。那不送这些解说，你们是不是在讲我们的话？我要怎么对峙我们？不然怎么看见我们来了？你们都不讲话，你们都本来大家都在讲话的，都在做事的，现在看见我们来了，因为佛陀规定嘛，那就是在家不能听嘛，所以现在盗贼来了，就全部大家都禁止，都不送戒了。那盗贼就问了、啊，那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送什么？他又不能讲啊，不能讲给他知道啊，现在不能讲啊，所以就不打。不打，他都觉得你们一定是在考量怎么样处理我们，怎么样，所以就把这些，他有回答他，他说啊，就盗贼说你们在说什么啊？你讲给来给我听。他说佛陀有规定啊，我们现在讲送的这个不可以给你们知道。他说那经不可以给我们听的吗？说可以啊，因为。法是这样，法是要尽量让很多人知道，戒不可以的，戒是只有你受过戒的人才可以知道。那么法不管你有没有受过戒，你是不是佛弟子，都要让你知道，尽量让你知道。那戒不是啊，那么法要令大家广闻多闻，戒不是只有特定的人啊，那么可以闻啊。所以道姐就问他：“那你说的不是佛说的吗？”“是。”“那佛说的为什么我不能知道？”你要给我知道啊，他不能拿佛，我就说不可以给你知道啊，什么东西不可以给我知道啊？所以就打这个比丘，啊，那所以后来戒律里面就规定，万一你在诵戒的时候有盗贼忽然强行闯入，你要改成诵经，这样不会给他误会，啊，这有讲到这个了，白衣不得闻，好，啊，我们就顺带讲了啊，外道何由得闻而生邪见？他的意思为什么说这样呢？他说好。那么你说迦罗啊，因为现在就是什么迦罗跟三摩耶嘛，啊，这我们擦掉了啊。
时啊，那么一时的时是用这个，一时佛在舍卫国的时是用这个啊，那么时时非时时啊是用这个啊，那你说这个刚才啊，你说不可以用这个，不可以用这个，因为这个是比较实有的概念啊，是外道实有都用这个。好，那你现在一时不用这个，那你现在时时非时时，时要时时啊，为什么会用迦罗啊？你不用三摩耶呢啊？那他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戒，这个时时时要是戒的问题啊，这个是戒，那戒白衣不得闻。那外道也不得闻，白衣都不能闻了，外道怎么能够知道啊？所以他也不会对说啊，你因为他看不到这个戒嘛，所以他看不到这个时时非时时是用迦罗，他怎么会说啊，你这个为什么用这个？不会这样问，因为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个东西。那这个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嘛？这个是不管是外道，它是广为宣传的，这个是广为宣传的，这个是有自己内部知道的啊。这外道白衣。信佛不信佛的都可以知道啊，这个是法的部分嘛，啊，这个是法的部分，这个是律的，这个是戒的部分，这个是律的部分，啊，他是这么说了啊，就是不一样。那白衣都听不到了啊，那么外道怎么会知道？那外道不知道，他怎么会去说？那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啊？他也不会这样，因为你说啊，不要给人家啊讲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他没无有得闻啊，所以他也不会。他也不会从这个哦，你这个迦罗里面，迦罗不是实有吗？啊，他会从这里生邪见，因为前面讲嘛，如果我用迦罗，他可能会认为是实有，因为外道是实有的观念。外道，你如果讲迦罗，他是有实有的概念；如果我讲一时，他就会觉得这个时是实有，是这样，他会有这种邪见啊。因为迦罗比较是实有的概念，所以我如果一时的时用迦罗，啊，那么。他就会有实有的概念，你看佛教也讲实有的，跟我们用的一样啊。他但是容易生这个邪见，所以他一大致的解释了啊，他不用迦罗，用三摩耶，好啊。那个外道就问，那你时时非时时，你怎么不就不怕人家说邪见，就不怕人家看了生邪见？你一时的时，你怕人家用迦罗，怕人家说，怕人家会生实有的邪见，所以你用三摩耶。那现在你时时非时时，你怎么不怕人家看了生邪见？他就讲，那是因为啊，第一个是这个外道又看不见，他连看都看不见，他怎么能够看见呢？那你用迦罗生邪见不会了啊，所以外道何有得闻而生邪见？于经通皆得闻，是故说三摩耶令其不生邪见啊，就讲这个道理，法是通一切的。那么法是通一切，所以啊用三摩耶。那么加律不通一切，只有自己知道。而、佛弟子的观念就是这个实不是实有，所以他即使用加了，他也不会升起实有的邪见啊。所以他是故说三摩耶令其不生邪见，是因为法啊一时经都有一时嘛。那律不用，他也。外面的人也看不见，他也不会。外面的人看见的会生执实有，佛弟子用这个，他不会执为实有。佛弟子用迦罗不会生实有，所以那不是佛弟子也看不见，听不见啊，看不见啊，所以他也不会生邪见。那佛弟子看见听见的也不会生邪见，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三摩耶鬼名啊，鬼名是假名啊，底下有注解，他就是假名啊。啊，假名的不是真实的，啊，实义是假名，啊，那么又佛法中多说三摩耶，少说迦罗，所以不应为难，啊，你不用用这个来为难。好，那这个是讲到一时，啊，如是我闻一时，啊，所以如是我闻一时，无与各个义略说尽。啊，就大概啊，略说啊，他已经讲这么多了，就几个字讲这么多，他说略说啊。那但是应该如果有一些我们发现啊，有一些
罗什他有略译，他把它简略翻译了啊。那如果原来的大智论应该讲更多，应该讲更多。但我们说大智论其实是龙树，其实是终极集合当时所有的观念啊，多数了，应该是他多数已经综合了所有的观念，然后把尽量有的问题都拿来讲。啊，所以我说我用大智论来讲大智论，就是比如说一个戒啊，他也没讲这么多，但是我会让大家知道，就把所有哈、啊、我们现在了解的所有戒的观念都讲出来给大家知道，啊，就容易你全面的了解了，啊，那不容易误会，其实是这样了。好，那这个就是讲到如是我闻一时，大智论卷一啊算讲完了，时间也到，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从卷二开始讲。好，总说这个是略说而已，后面还有总说哦，广说啊，后面就广说。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